本节目由打开珍稀镀个小价的珍稀生牛乳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，美味趣多多，逗趣笑哈哈。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特约赞助播出，华为 MatePad Pro 系列超轻薄旗舰平板，创享随行。我们来到了，来，走吧，接老师。来，真是认真看不见，站了站了。咋的了？继五哈第一届黑暗料理 battle 最高赛。没有，我免疫了。大家一起游山东，谁猜对的最多，谁就能够优先组队。这叫接触吗？一首歌50块钱。要啥呀？一生之唯一。别喊我哥，老妹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媳妇整来了，我的妈妈。来啊，进五哈，朋友们，谢谢。3, 2, 1, go。东莫石在音乐节给他捧个场嘛，对不对？给他一个惊喜。我不用商量什么吗？怎么接？这直接接吗？开猛一点！哇塞，这个地方很热闹。对啊，师傅，咱们过去多长时间？16分钟。哦，还行。哦，太好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胡麻麻辣烫啊！哎呀，川小馆儿，你看全是。哎，去啥呀？咱师傅，咱左拐。来，再等着吧。你看，大家都是休闲时间。济南印象。我们要去接老舅，老舅，老舅。你看看你这个阵仗，这是什么待遇 ？Action。东宝石，你耽误我们一晚上，怎么办吧？我们来到济南，这么开心的城市，想去逛一逛，就因为你，我们还得接你。坐了多少小时？我一个小时。不是高铁，一个半，这么快？你也没牺牲啥呀？一个半。咱们俩5个小时。我昨天刚杀青，就为这一趟。我昨天刚录完别的节目，我昨天刚被气完。啊？为啥？2-2嘛。哦，绵绵呢？接兄弟，叫做大哥门，叫大哥门吧，大哥大嫂过年好，就大哥门吧，大哥门也挺酷的，大哥门，谢谢你们来接我呀，大哥，现在先创作一下，一人来一句，一人想一句，把它凑一块，王冕来个调，来，对，来个调，大哥门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大哥门，来，超哥第一个，来吧 1, 2, 3, go。大哥们，那大哥们，要么你下车吧。你来第一个，超哥，那个是打哥们儿，你这不是打哥们？不行，太短了，得说。对，你得有哦，有内容。对对，一句话就好。大哥们，个个都是好人。OK。呀。到底了，大哥们都是好人啊！大哥们个个都是好人。哟，卡了。但有两个，他不一定是好人。好嘞，谁接？大哥好还是二哥好？这是立首歌还是三哥好？这是立个曲子吧？这个曲子民歌，你得要有变化吧？
你得出去了，大哥，大哥们啊！今天老舅有情歌吗？没有吗？他就是一个，他就一个歌。跑这么远唱一首，一首这不是说他唱的不好，写歌写的好吗？唱的不行，董老师唱的不行，唱歌一般，董老师。好、哦，你们觉得？那你唱个同样的歌，你唱的比他好听，看一下。每一首都好听。你唱歌特别使劲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说陈奕迅的歌？对啊，你下午唱那首你最爱的歌，唱那么使劲儿。你发给他了吗？发了没回？回了吗？吓到了。陈奕迅没回我。对。真假了？可能这辈子不会回。他没回。陈奕迅到目前，Eason，不回 Michael。你让 Eason 来武汉，好，好不好？正好演唱会巡回的也差不多了。Eason, 你来，要是接 Eason 下班，我还是挺高兴。那我们掉头。还真是，你说今天接 Eason 下班，想出很多。要穿晚礼服去是吗？不是，人家主要接 Eason 下，Eason 人家整个晚会，Eason完都是他自己的歌。嗯，这咱们在那儿待一晚、对，空间也大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是这样。这个要不咱自己留着这些，咱接也接了，然后在未来还看到这一段。而且啊，这个还得卡点去。对，稍微晚一点没了，进不去了，哥们下台了，结束了。他唱快点也有可能。场子不是他的呀。哥几个去接老舅没问题啊，但是呢咱不要表演，不要唱歌，不要跟观众互动，不要给这个音乐节本身造成困扰。这个那个第一的时候到了啊，看到了看到，哎呀，举手呢，背影。真的藏住了吗？藏住了。他不是怀疑了吗？他怀疑了。他就是看了一圈，啊，咋解释的？没解释，他就问我小鹿为什么到济南了，我谁说的？他网上说的，我说他转机了。要唱八首，那我们就在这等他。看一眼，我偷偷看一眼。真帅呀！发现，已经发现了。没。今天来了，五哈四正式播出，非常非常有趣的综艺节目。哎，他看到我们在了，他开始宣传五哈了。你要假装没看到我们，对，绝交，等会儿绝交。你会看吗 ？OK， 下一首歌。还看不见，这
下一首歌是社会老舅要 Do That Shit。还说看不见？你瞎了！哎，这么近，说实话有点过分了。哎，给我瓶水，给我瓶水，我给他递水啊。我来，给我瓶。我可以再递一瓶吗？不能上，不能再上，要不咱回屋，回屋吧。去那边等他也可以，好吧？现在还有几首？还有三首。还有三首，这边太吵了，现在交流不了。好，所以那边那边好，那我们下一首是什么？野狼。走，这个咋弄了？我想到个好的，来，啊，快说快说，在厕所里面一人一个门，还能一起玩吗？还能一起唱吗？嗨啊呀，这等会儿，好久不见。那来都来了，哎呦，龙哥，哎呦，大哥好，大哥，龙哥，好久不见。你手机哎，要想牵绳子都见不着，你在这儿能见到你？走吧，哥，好，走吧。咱们去打场吧，哥，今晚等你啊，行吗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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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你演完了吗？我没有，看完。我是玩什么？哦，那准备了，上台了。看，完事儿就过去。好，上台了。我想到一个，啥？一会儿你跟大哥坐中间，我们三个站两排，就是说，你浪费我们这么长时间，你自己在外面转快，完了还送水，不理我，地上摆五瓶水，憨了。来吹一个，我们觉得是这样，就这么正对他，正对。那你就让他单独给咱们唱一首，跟刚才演一首。单独来一首，就是说我们五哈已经开路了。他自己正外，你在浪费时间啊！在外面挣外快不算，哥几个来捧场，理都不理，还送水。对，来拍一个那个镜头，再拉出来，来，我们再摆一个状态来。哟，还上来得发哈。不认识了，还有两首，今晚搞一首大的，你们在屋等着呢是吗？等让董宝石来就跪下，那会儿好的啊，就一来就跪下，把它吃了，然后把五瓶炫了。刚刚他唱看见我们了，刚刚这样，我们在侧目调耳，这样唱歌的，我们跟他一起嗨，一若无其事，送水也若无其事，太爽了，真的，我们伤心了，最后一首歌了。站着啊！来了，回来了。龙哥坐中间，来，我们要搞一个局，叫龙局。不，你这样，你先这样，哎，先看不到眼睛，一抬，咱们待会儿谁都别掉链子。田浩给搞紧张了，一开始说错了，你的老师。是吗？我哪能死？哎，看这个我。说啥？咋的了？这是站着！咋闹呢？
咱俩撑住，撑住。咋的了？笑笑太假。你现在眼睛是有问题是吧？我咋我就我你脸都不要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们，你看看，先看不说。你不是在做梦吗？发现了什么？你快点。然后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吃了。这是一个龙火龙举，你没看见吗？龙哥在这。龙哥，是龙哥这么严肃呢？忽然气着了呀？但是说不上了。哎呦我的天！龙哥看着我，你先来一个，你先来。你们都在这坐着，这边还我自己主持。龙哥，我可以下手吗？可以。来拦我！哎！哥几个，二哥、三哥轮流上去送水啊！送水还装了看不见啊？不是，你们刚才上台了，我说谁呀？那么讨厌！太配合，你太假了！拦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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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拦我！管不了了。不是，我还在这出谷，谁这么没有眼睛架，嘴上有影儿呢？哎，不是，咋回事儿呢？先出去站会儿，我换衣服去了。不是，你的收拾场了，真的哥。我那你一会儿回来不？不是，不回来，我不回来。你不回来就扔给我啊！哎呀，好变了。你们好好对他，作为一个回来他的恩怨。龙哥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来来来，我摔一瓶了。节目都开录了，我们全等你。那我得到通知是明天才录。你啥时候发现我们的？刚才我没发现你们。哎呦，拦我，拦我，拦我！哎呦，我真的，我都不知道啥知道是你们，我能放你们下来吗？我跟你捋一捋啊。啊，我听听大哥，我听咋回事啊？知道我是谁吧？啊，你刚才你上去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真没看出来。没看出来，还真看不出来。你知道谁能看出来呀？啊，这怎么有一群人很奇怪，他说咋那么开心？我们仨一人送一瓶嘛。第三个过去那趴已经过去了，双哥都上心了。哎呦，好了，我累了，欢迎你。我错了，欢迎回来。我错了，不是，那是真眼瞎。我们就接你下班。接你下班。我眼瞎，接你下班。我眼瞎。但是你这场费用得分我们一点，七首歌，那不管。那我还是再喝点水。不是我跟你们说一个我最真实的感受，你知道我这个帘一拉着我进来，我像做梦一样，跟做梦一样。差不多了，欢迎非常隆重的这个接风仪式，一个 party， 还是另外一个地方吃饭啊？对，这就吃饭了，走吧，辛苦了，唱一晚上。你是真没认出来还是？真没认出来。我还说谁这么没有眼镜件儿，咋一直送水呢？又不是我们一直都以为你的眼睛瞟我们是认出来的。然后我们还说这是看着我们来了，开始说今天五哈四，说要干。不是，我就是在这正好就那一段。龙哥看到我们都吓坏了，是吧？刚才吓得不行了，坏了，我龙哥脸都白了。哎，这还不让我唱？你想听实话吗？我想听，大哥。我作为一个外行，你唱的真不咋样。大哥，你真生气了？大哥，你这个太。几件事情啊，2-2是昨天刚过。宝石，你以后就当幕后吧。这太狠了，太过分了。然后接完这一趴，老舅的工作没了。接完这一趴，从此再没音乐线。从此失业了，以后就是制作人老舅。我天哪！千算万算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跑出来了，我的妈！哦，你以为我们在群里发的那个是一起去青岛？对，我一直被告知的是青岛集合。哦，那你还真是进去吓一跳。我吓一跳，我现在看你我都感觉不真实。你看看 AI 呗 ，AI 超。其实我们是机器人。You are dumb robot。对，现在我们还是音乐节的一个环节。太牛了！战场还没有杀青，还在继续。哟，还是欢迎的环节啊！哇塞，快点快点，这啥意思？为什么？咋的？闻？哦，啥？咋就呕了呢？我不，哎呦，两米！哎呦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！我实话实说啊，哇，嗯，哦。演唱会，
干啥呀？热烈祝贺济南音乐节演出成功，感不感动？太感动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没看到小字儿，继武汉第一届黑暗料理 battle 对抗赛。哎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垃圾桶都准备好了。哎呦我天，一人一个垃圾桶，来搞，我看看今天能咋的。打开珍稀度个小价，100%甄选生牛乳的珍稀冰淇淋，和大家一起解锁新地图。我们来到了济南，耶！哦耶！就是这么欢迎我们的。扫描珍稀促销装内二维码，惊喜好礼抢不停，欢迎大家来到山东济南。为了庆祝老舅的音乐节胜利演出，也为了犒劳大家，我们五哈节目组推出了全新的宵夜套餐，请大家品鉴一下。不要吧！哎，我都看到。啊！还能怎么着？不就是黑暗料理吗？反正我看到了小飞飞了。小飞飞，小飞等我很久了吧？小飞飞又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个环节啊没有用的，有两个人已经免疫了，我们麻了，已经长飞鱼了，长腮了，来吧，换，来，稍等一下啊，老舅，你那俩朋友也过来，哦，对 ，local 和三金，有一个在后面喊那个叮，哦，他俩也过来吗？庆功宴吧，庆功宴，你的工作人员不都得来？这啥好庆功宴的，把他们带上。好，我们等人啊，然后服务员，我们可以上菜了啊。说实话，开席了。哇哦！开席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吓死！太吓人了。就是石头剪刀布，哪一队输了就要吃。哪边输了哪边先开始吃，这边吃完这边，一直到哪队认输吃不下去。我最爱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说，猛烈一点吧，猛烈一点。我们到时候会上一个转盘，来。这升级了，这个转盘平时吃的不错。哇，这个东西，哦呦，好刺激啊，好刺激。哎呦，飞飞饺子，蚂蚁，毛蛋还不是没吃过。哎，怪物，我看了一眼。我们好像也有点撑不住啊，这个蓝纹奶酪，哎呦，这 battle 上头了。现在等什么？等什么？我迫不及待了。我旁边有三个垃圾桶。哎，这不都是老熟人吗？是不是？还会回来的，对吗？对，还是会回来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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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迪哥，迪哥，超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三金 ，local， 一直在台侧，跟你们打招呼。小鹿，范大哥，你刚才看到我们吗？三金 ，local， 宝贝，耶，哇塞，哇塞，我都，哥，我在睡觉，从北京薅过来的。哎我，你掏上了，我在睡觉。你掏上了，你们今天都掏上了。哎，坐，这就是你们这在干嘛呀？先入座，来吧，马迪，你掏上了，生死局啊！看看那转盘吧，挣点钱容易吗？挣点钱容易吗？不是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。难了，你说你来一期纯吃，我去吃臭的啊！啥东西？话不多说了，欢迎诸位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这个局面呢非常的残酷，我们也不知道哈，在这里给大家先说一句道歉哈。首先我们是吃的臭中臭哈，你可真优秀哈，吃的苦中苦，五哈你做主啊。咱们先来分个队，就切。哎，不行，不同意，绝对不行。你们不知道那是吃臭大王，两个。吃臭大王太能吃臭了，是夸我们还是？是夸，一种夸。是羡慕。我的想法就是他俩点兵点将，你俩要人。世界大战，巅峰对决，吃臭巅峰对决。
你 rapper 怕这个吗？这是为什么呢？阿盖，你 rapper 会怕吃这个吗？对啊。他们 rapper， 你们 chopper。chopper 啊！如果说我们俩一旦分开，今晚这个就变得很难，很难。那得臭到什么地步？会很坚挺了。来吧，来吧，你俩分吧，来吧，你俩菜吧，来吧，挑人吧。那你拿出点诚意来，求我。不是我求你，求你，求你哥，我求你，我真诚的求你。诚意。rapper 看待久了没有尊严了。你刚一点不 real， 不 real， 不 real。哎，你 rapper 不 real 啊？那咋 real？ 现在不流行当 real rapper 了。现在就流行当 fake rapper， 谁 fake， 谁最牛？不、哦、啊，对，我最假，我最假，我最假，不、哦，假 rap， 假喷，你快挨 diss 了。来吧，其实我是不想分开，我想玩把大。为什么要听他们的？那就这样，你俩一对，剩下的人就挑你们俩。好吧，全挑你俩。高哥，就你俩一对。我怕过谁啊？来吧，那就来，来来来，大哥，大哥不想走。对啊，大哥想在我们这儿行吗？行，我们三个人一对，来吧，搞起，我们三 V O。来，我来转。可以，不是先手讲的布是吧？来，我来闻。你先玩。石头剪刀布，哎。我转吗？输的人先转先吃。哦，自己转自己吃。对。西刀扑，西刀扑。反弹任选两种组合为对方吃，哇呀哇呀塞，啥呀，反弹了，哇呀哇呀，哇呼哇呼，你咋了？你现在就是赢了吗？你刚才那一下赢了，你惨了，还要把规则再给你说一遍？已经注定要吃了，咱们七个人都得吃。对，首先这个臭酸啊，我很好奇，哎，这个红啊，飞飞，不要给我飞，我飞我免疫的，飞飞。来，哎，我打开。哎呦我天！哎呦，就是那个罐头呀。先别打开了吧，哥，那个等一会儿再打开吧。哎，这个和飞飞混在一起，这啥？我来闻一下。哦，哇，在这儿都闻到了。哇，我。哇哇哇！哎，哎呦我的天呀！哇、哦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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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太难了啊！这是哎，这个节目是为什么？啊、对呀、啊，哎，不是五哈吗？这是五约。哎、七个人，四个人飞鱼，三个人臭酸。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宝贝，你都哭了。宝贝，先。哦，嘉祥。哎呀，嘉祥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要不咱就别录了，马迪。接你，你俩回去吧。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在盆里做歌，我是真的就不知道啊。我后面的哥们呛到了，后面的哥们呛到了。衣物衣物，我们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不，机器扛不住了，掉下去了。要不要换一个人？哇，你看这个节目真的好喜欢、啊。摄影组，现在这个房间，我跟你说，走到哪都是臭的。宝贝，我问你是吃飞飞还是吃臭臭？来，臭臭在这儿。你吃这个好点，那也太过分了。就选一样就行。你们商量一下，三个飞鱼，四个臭臭。这样，哥，我们队内也玩一下，好不好？就你拿出一个量，我们石头剪刀布，我们赢了不用吃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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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赢的不吃，肯定妥。我同意，太好了。石头剪刀布布。耶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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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一个团队的吗？
你赢了。Faker， 快吃了。看他们厮杀好爽啊！不是第一次来，不好意思，整太大了。不好意思，兄弟。哎，上次来还是跟音乐有相关的哦，这次去跟一点没关系。这次就是跟臭相关。我现在闻我衣服都是臭的。哎，我明天我就带这一套衣服，明天还演出呢。不要这样。一人一条啊！一人一条太过分了。那这样，四人两条可以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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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毛病吧？不多说了，冲吧，兄弟们！加！快快快快快！不是这个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我这命太不好了。咱俩分一个啊！好，那三金，你跟杰尼分那条。你把我小飞搞成这个样子。来吧，就你挑一份。快点快点，冲冲，兄弟们，快快快快！哎，哎，我吃那骨头行不行？你那条在那儿呢。你俩搞快，把它分掉。我俩这么大，这。不是，我真的整不进去啊。他故意的。给我装饭量。来吧杰尼。说实话还真不想。哇，走，吞。你不哭吧。他下不去啊，他嘴里啊。好同步啊！等一下，我搞定。被点穴了。啥？等一下。哥还正品味着呢，就是那个重口的榴莲。你才吃多点啊，你快点的。哎，这个对身体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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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身体可好了。老舅可以了，你牛了，干进去了。Oh my god！ 等会儿，王敏是第一个吃的，到现在都没咽呢，还含着呢，在嘴里把玩，他还含着没咽。你咽了吧，你别盘越。可以了，不。忘掉我。三金，你还有一半呢。三金，哥我干了。三金，我干了。来，来吧。我吹水。等一下，他一直在吹那个飞鱼。你吹它有啥用？飞鱼是凉菜。来吧，更，拿出音乐节的勇气。你抖啥？我哎呦！哎，生化武器，你咋还往出秃噜呢？没事吧？嗯，没事，站起来把它吃了。来，我吃完了吗？妹妹，你们还没得吃臭臭了，还有丁钢锤臭臭。这样，我们这把让他们就一个东西，臭酸，臭酸留着。谢谢，臭酸留着。这真的王炸，这太炸了！没点精神病，谁也吃不了那个。我们赚了哈！啊，该你们赚了。但我们赚的也是我们吃。对，咱们还得吃，还要吃啊！哦，因为他们反弹。不是，但可以反弹，我们可以赚到反弹。哎，那个转盘没问题吧？你那个手气能行吗，小鹿？今儿就给你捏一个反弹。来一个狠的。真的是这样，反弹！哎，没有，动了，我不是我奶酪，我真的反，你自己松手了，奶酪可以啊，奶酪太好了，这个应该没啥，好吃的全被你们吃了，那个还可以，那么多好吃的都被你们吃了，这个作弊了，这没有你们吃啊，作弊了，这太过分了，能让那玩意最臭的，别太好了，谁？谁好，你谁也不喝，谁也不喝，谁也别好。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、香的，这个还行。哎，这个这里是这个里面最精华的了。那你先来一大口啊。哦，对，可以留一点。哎呀，来了，留一点给我。可以啊。
就有点咸。马迪，半天了都，还行了，这还行、啊、还行，啥也没吃呢，饿了吧？来，整他一大口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有点还行、啊，有一点点咸。嗯。哦。好吃，好好吃，放回去，放回去，好吃，好吃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继续我们转了是吧？超哥来个猛的，好，蚂蚱全场男士陪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还挺好吃的，来吧，有点心地是蚂，还可以，蛮好吃的，来，好吃，这个肯定好，嗯，你们这环节得升级啊，又到咱们了吧？还有，没问题，哦，好吃，吃俩小零食，好香好香。这东西，哎，一把，哎，好吃，哎，真好吃，给我也给点啊，好吃，好香，哎，真不错，来吧，对手们，老舅，我摇的，我摇的，老舅，可以，来看臭王的，一整个柠檬，一整颗柠檬，一整颗柠檬啊，是挤还是怎么样？不用你担心，不用你担心。不是你给他挤，他拿嘴接。我们吃柠檬吗？你们仨、啊？这我这不行。没想到有柠檬，我就柠檬不行。不是你们俩竟然有这种弱点。飞鱼你都能吃，不能吃柠檬？这真不行，还没想到有柠檬这个东西。没想到你有软肋啊，哥。酸啊，牙倒着，明天吃不了饭了。为什么要过？哎，为什么要过一手呢？没有想到柠檬，这就像是泡水，好不好？这像是魔法攻击。一二三，走！哦，别！这个先，来呀，干掉他！哇，这个好酸，来配点臭，是不是就好点？喝口鲱鱼汤。孩子们。哥，哈，不来，你可以吧？好吃，有那么夸张吗？对呀、啊，吃臭都没事儿。来，超哥，对，吃冰都没事儿。吃的要跳霹雳了。再拜滴。哇，爽不爽？哎呦，我知道他们的弱点了。弱点是酸啊，酸怕酸。我鸡皮疙瘩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哇塞，哎呀，录节目可真累呀、啊。我只理解你了，理解了吧？理解你了。我本来以为你在吹牛，没事儿。当你 DJ 可太难了，你别管人家，你现在有没有事儿？杀了我吧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天！咱老老实实当 rapper， 老老实实当 rapper， 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。怪不得你说一演音乐节算放松了。对，刚刚我去厕所，吃几个？厕所大姐摇着头在那打扫卫生。说实话，我吃到现在我头疼。你头疼？阿姨保洁阿姨头疼，在外面。升级吧，咱升级吧，已经都这样了，升级就是臭酸了，来一把，咱就来这个，整他呀。来呗，刷一把呗，来一把呗，来，大哥，我无所谓，来吧，咱不让，怎么了？好，是这样，我们全场所有人，好兄弟们，姐妹们，一人一口，一起吃，把它干掉。我们未来想到这一天，我们会很感动，我们曾经在一起，反正就是这就是过命的兄弟嘛，一起来，有想陪我们吗？想不想？鸦雀无声。他上面说是做火锅啊。你看啊，我给你们念一下，臭酸又名亚酸，是由多种菜凑在一起炖煮而成，
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，使爱不释快。他能打嗝？好的，打开。可以，他自己在往上冒，往上哕，真假的，自己在往上冒。哥，来，我给你看一秒钟。来点纸，来点纸，来点纸，来点纸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别擦了吧。不是他自己，他自己飙出来的。就别擦了。哎，它里面是有一些反应了。哎呦我这个玩意儿，气已经出来了。这个真硬，说实话，这真硬，连你都害怕了。这个怕了，这我怕，我也怕，但是我确实想试一下。那就不是怕，那是想。你是要，你先点打个样。超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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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哥。我们其实还是跑题了。我们今天是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，哎，大哥，老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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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大老远来给你庆功了，你不吃一个说不过去啊！老舅，老舅，老舅，我都要睡觉了，就跟这北京薅过来的。我肯定是最后一名。你要说加强，把它干了。谁要把它干了？你要把它干了？要不咱凑凑，咱吹，咱凑凑。哎呀，马迪，我出马迪，马迪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是我也是 faker， 是吧？他的意思是大家一起吃吧，所有人来一人一勺，而且什么？成功的，成功的得有奖励，就吃这个东西，脸面不改色，心不跳，一个一个来了，就看谁的表情最稳定。哎呀啊啊啊！这可是我的综艺首秀啊！综艺首秀，就来了一个这么臭的综艺抢，那你得首秀三届。那别抢了，那不能抢。这么自己 Q 的，哎，你不能光走秀啊，你得真正来点臭啊！啥也别说了，啥也别说了，给你综艺首秀来点阴影。Your first show， 你吃了这个。所有女孩都会觉得你有用。来，我们仨吃。来吧，来吧，三金先替哥打个样。打个样。咱们代表一个 team， 今天在台上一起演，就一起死。老舅团队。哇，太丑了，太丑了。摆俩垃圾桶在底下，万一。对啊。来，三金，放这儿了啊，放这儿了啊。不是，他故意往外飙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倒嘴饭。哇，这个味道，注意表情管理啊，不能有表情啊。不是，你最稳定，越稳定分越高啊。真的会评分吗？真的会，真的。没有诓我。哦 ，You're real man， man。Recognize real man， real recognize real man。我不会说话了，变成精神病了。哎，还当 DJ 了，这辈子都不打碟了。别打我！你看，来你刚才那个，叮！别打我，我不打碟。臭还是咸？啥味儿啊？话说不出来了，毒哑了。从来没有这么近，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感觉你吃了一个臭的宇宙。下一个。阿盖吧，我的表情非常冷静。来了，大哥还行吗？大哥，有渣。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！哎，咱仨最高分，最高分。杰尼，来呀、啊！坏。呜！直接吃着打 B-box 了。感谢新人老舅上，呼麦，他要呼麦，他放了个屁，哎呦，你勺子里怎么满的？哎，你勺子里面没舔干净，吃了，你只往外面舔了。聪明还是得你啊，你只把外面舔干净，你才。
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让养鱼，他不让养鱼，好着呢，好着呢，好着呢，是好着呢，真的好，好东西，哎、延年益寿，大鼻涕都臭出来了，来吧，上吧，朋友们，啊，不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我们可以离开这个房，我们圆满了，我觉得。宝石 Gym 济南演唱会庆功会到此结束。耶、yeah! ！今天晚上 rapper 赢。啊啊啊！耶、yeah! ！就结束了？啊、不是，哥，你抽牌啊？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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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太得会死了，来吧，拉了，来一个，来，来吧。咱冲一下，好吃，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妹妹，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。给孩子留话的。遇到任何事情呢，勇敢的去面对，没问题。一定要吃这个麻子，一定要吃这个，你尝尝。哎呀，免子，来吧。哦，哦你把它当成抹茶吃，一定要吃那籽儿，就得吃那籽儿。那籽儿一块儿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别说哈，挺好吃的，没好吃啊。我只能对你说一声 WC 呀、啊，你求他。不是，你嘴唇怎么哆嗦？王冕，王冕，王冕这都在抖，在抖动。毁灭吧！哎，我还好吧？我没变异吧？你不，你变不变异的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变异了，我吐了。曹哥，厕所在哪？出去右转就到。上厕所。尿遁，一哥尿遁。哎，我也想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白来。马迪马迪马迪必须得吃。我吃饱了。马迪必须吃。我说为什么要吃啊？你要搁手突破一下自我。来，马迪要来了啊！来一下。就一口，还可以，就是那火锅底料。太狠了。哎，你挺猛啊。没味儿啊。没味儿，多吃点啊。这确实。掺点蚂蚁。掺蚂蚁的。这没事儿，这个。好吃，真好吃。他说好吃，确实挺好吃的呀。民谣歌手的话能信吗？民谣歌手写歌都是骗人的。你们这废话，说谁呢？在这儿，民谣歌手最骗人，真挺好吃的。你不一样，你真不一样。嗯，不一样。你是变种人。那是不是我赢了？哟，过生日吧，龙哥。大哥，您汗颜，今天的主题啊？是的，对，是。哎呀，可算来了，朋友们！生日快乐啊，生日！哎，好了，咱俩又在舞台上，龙哥来生难弟，每次都是咱俩。确实发誓哈，都吃了。好，我选飞鱼。我是飞鱼，我先来，我主动来。我来给龙哥来小飞飞。来吧，西蒙，你磕一下，咱俩谁好不了？我先看，你俩可代表中国。我先看看，你俩可代表中国摇滚呢。哎呀，哎呀，可以啊。嘿，好干。哎，龙哥就是龙哥，真行，那太行了。我对又咸的东西还行，太狠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太稳了 ，Rockstar， 哇，甜调有点榴莲的味道，哎呦 ，Rockstar， 现在看还是摇滚狠呢，摇滚还敢细品，钦州还是厉害，厉害厉害，你俩都太猛了，那这个其实不算啥了，就是，但这个是真狠，龙哥上，好，哇。那咱俩一人来一勺呗，可以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西蒙，西蒙太淡定了。摇滚还是真狠呐，真狠人啊！比想象的还好点。
结果姜的味道。哇，你是狠人啊！太厉害，摇滚咋都不死？摇滚不死啊！太牛了，牛牛牛！哇，你们 rap， 我们 rapper 完败了，艾弗杰尼啥也不是了 ，rapper 都不行，民谣也差点意思，摇滚还是摇滚，摇滚还是这个，太酷了，就过关了呗。过关过关，其实已经过关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太猛了，这一个晚上不会忘记的，这个事儿我这辈子忘不了。3、2、1，耶！趣多多巧克力味曲奇。趣多多，有多的趣多多，有多有趣就有多快乐。好吃的曲奇是趣多多，每个有趣灵魂都爱上趣多多。趣多多，有多的趣多多，有多有趣就有多快乐。好吃的曲奇是趣多多，每个有趣灵魂都爱上趣多多。超多香浓巧克力味豆，碰撞酥脆曲奇，给你超乎想象的美味。美味曲奇趣多多，超超超好吃。哎，啥？怎么是这么做吗？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就这样是吧？跟这帮人在一起耽误，真耽误事儿。我跟你讲，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。哎，说总，你就试一下，从今天能把陈赫去掉吗？那收视率怎么办？你赶快坐下了。哎，试一下，有他我不想录了。开始吧，饿了没吃饭。好，我们抓紧了啊！老舅昨天的安排满意吧？太满意了。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不是，我现在我整个人这个从食道一直往上都还是臭的，就有一条飞鱼在上下游动。你是美人鱼啊？其实老舅这个济南之行，其实我们安排的还挺妥当的。我们也联系了舅妈啊，不管老舅满不满意，反正舅妈是对我们的安排很满意的。哎呦我的天呀，我所以他决定把老舅音乐节的通告费拿出来，请全大家一起游山东啊。哦，经过我的同意了，我家庭地位就这样吗？我们待会儿就要从这里出发去章丘、淄博、淄博烧烤。哇塞，潍坊。最后到青岛。淄博有一个大虾面特别棒。虾面？大虾面。大虾面。说起吃的，怎么马迪这么懂得吃的？他太能吃了。你管我呢？你天天说我。好，但是呢，因为地方太多了嘛，所以我们先发起一个投票，选出最受欢迎的旅游搭子。就是你最想跟谁一起玩出去旅行，最不想跟谁出去旅游。所有的工作人员啊，投票，他愿意跟谁旅行，他今天就跟你们这条线。今天这个是无记名投票，根据这种选择，最后的结果我们会发放不同金额的旅游基金。哇，这不要搞这么真吧？这个会伤人的，会伤人，这个肯定会伤人的。太伤了，因为说实话，我这人是有点毛病，就安排不行。但是我大方，这样不方。你没有大方的前提啊！不会用支付，不会用，完了，给点这个，给几张就行吧，别输得太惨。我觉得马迪怎么一来我们就得分开。马迪没资格投，没事啊。啊？你是人吗？他蹭的，他没资格投。这也太吓人了！珍惜啊，珍惜我们的友谊，珍惜，
珍惜啊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新老朋友们，你们好好填。我先不说别的，一人先早上喝点咖啡吧。很难写吧？好久不见呀，朋友们，会写扁字吗？啊，那就好。有人不会写扁字可以问我。你们真的好好写，我压我所有的身家在你们身上，玩到起飞怎么样？我们去玩到起飞。干嘛呢？超哥，超哥，你们先把你们自己有的先我们凑着，我还给你们。超哥去干嘛？超哥拉票了，又拉票去了。超哥你现在那么没自信吗？就一到这里激起你那种斗志。好伤人啊这一趴。唱票那我去读呗。来吧，一起吧。行，那范大哥我们在这念，你机票快点。第一个很有意思，夸你啊，上来第一张就夸你。不太对啊，很稳，夸你。想跟贺哥第一个最想，这不对呀、啊，写的最想和陈赫一起旅游，从容不迫，说的从容不迫，很稳，因为很稳，很淡定。最不想和邓超，啊，谁？因为谁？恶心。哎，这有点，哎，你瞎编了啊！你 freestyle 可不行。看啊，最不喜欢和邓超，因为。惊喜不断，出人意料，不好跟拍。这应该是摄影组的吧？最想跟陆哥一块旅游。那阳光、帅气、完了爱运动，男孩运动一定会好。哎呦，最不想和陈赫，胖。这已经不是投票，不是，这已经有点攻击了。这个，这是变成泄愤了，是不是？最想跟范大哥一起旅游，范大哥一票，安排的特好。最不想跟超哥一块旅游，超哥啥都不会干。这个可怜，我走，这个环节不需要我，刺激了，很可怜。赫赫，记一票，可以躺平打游戏。赫哥，两票，又来一票，来，我这来十票了，最想和邓超。哎，不对，邓超，这全是我呀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瞎念的他。最不想和陈赫，屁事儿多。懒，让人头疼还小气。最想和陈赫，很会吃，吃货的福气。最不想和陈赫，一，紫外线过敏；二，脆弱体质，易受伤；三，爱撒娇；四，点点点，就这样吧。你这个正面票和负面票都挺多。最不想和陈赫。哎呦，这个写的，哎呦，这个有点能念吗？这不能念吗？念，超哥，这个不行，不行，伤害人。念，超哥，念，怎么？这伤的厉害。哎呦，这扎心了。位高权重，什么？压力山大哦，怕照顾不好贺老师（括弧狗头保命）。哦，你看你给节目组造成的压力，这个我这个语气我熟。肯定是你，不是我写的是和你一块，伤害太多人。我想知道位高权重这是谁写的？陈赫两票。哎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不想跟赫儿。陈大小姐，陈大小姐，小姐，说你矫情。陈大小姐是谁写？说出来。你看，每个人表情都很愧疚的样子。哼！鹿晗加一票，好说话，好相处，长得帅又大方。哎呦，小鹿最想和小鹿一起旅行。哎呦，帅气小鹿是珍稀代言人，我最喜欢吃珍稀了，跟着小鹿有珍稀吃。变成我口播了呗？商务是不是进来了？这是品牌方的人来了吗？最想和王冕机票。哎，终于有一票。搞笑有梗。哎，最不想和陈赫。我已经很胖，不想一起变肥哦。最想和王冕。
哎，王脸又上了，念到现在一张我都卖念念念什么，那么不受欢迎吗？平常你们对我的态度是假象吗？免了加一票，说跟王冕玩能玩得很年轻，其他人感觉玩的都太老派，岁数小。个个加一票，会吃会吃，个个加一票，会吃，个个加一票，免了加一票，小鹿加一票，大哥加一票，大哥给自己加一票，有腔调，风趣。一号，最不想和一号一起旅游。一号事情太多了。一号是谁啊？邓超，邓超。对不起。为啥呀？事儿多还不会做事儿。等一下，这个一号的这个暗语，我知道是谁啊。不是啊。我想知道。阳光青春。哎，超哥有你了。哎，有超哥了。超哥。哎，有超哥了。搞怪有趣，会照顾人，妈你多。大方，妈你多大方，钱花不愁吃喝。哎，超哥又有一票，哎呦不好意思，哎呦超哥又来了，啊又来了吗？超哥好多票啊，这儿有哎，超哥再来一票，超哥又一票，超哥会包全程费用，我这超哥再加一票，花他的钱，你就主要赢在有钱，超哥主要赢在资金这一块，你发现吧，这两个问题很突出啊，一个老要超哥付钱，对，一个老要陈赫。带的吃，这什么人啊？都是，民以食为天。哦，老舅，我终于有一票了。老舅，野狼太上天了，脸上太上头了，野狼上天了。怎么演？你这啥眼神啊？太邪了，野狼太上天了，可还行。想听原声？没问题，无限循环，真好。最不想和你，最不想和我，没事来个脱口秀，真没劲。不喜欢脱口秀，我也不喜欢。刚刚夸我这个字儿还挺好的。哎呀，超哥太在乎这个了，没了吧？一直留在手心。没了，字儿好啊。没了，没了。现在是排序，陈赫是第一，十一票。哇塞，赫哥赢了，赫哥赢面这么大呀？完了，那个小鹿是十票，超哥是五票，范是五票，王冕是四票，票啊，三票。嗯，我是一票。现在发现吃有多么重要。不过说实话啊，赫是很会玩。对，我平常也是给他通话点菜，也是让他帮我点。对，其实跟舅一块玩也行，他也是那种会照顾人的。绝对会，你也会。我能把大家照顾好，但是点菜什么的，大哥赫会吃。哎，大哥特别厉害。好，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，最受欢迎的。愿意跟他一起出去旅行的人，陈赫得到了最高的十一票啊，所以将得到舅妈提供的旅行基金。哇塞，6666元。哇，媳妇儿，你咋能对他这么大方？6000，哇，好多了。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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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上面还有我太太。这个太。舅妈给的钱，省着点花，哥花不完就拿回来。可以，好。第二名是鹿晗，来拿你的旅行基金。好嘛。第二名的旅行基金是66元。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那到我们这里掏钱给你们了是吧？这不对呀，这不对呀，怎么差距这么大？说明老哥的通告费不高。老舅，我就一个活，也就高飞，唱了8首，6000来块钱，66，那第三呢？好，那第三名是并列的，范老师和超哥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我第三名和第四名的旅行基金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呢，你们还是两个人还是得决出谁是第三名，谁是第四名。超哥拿吧，大哥，超哥，大哥，这一票。神圣的权利别给我，交给马迪。别给我，我就知道。交给马迪。我和超哥没关系，我们不讲究。大哥吧，大哥吧。大哥对的。好，大哥。好，范老师，你的旅行。范老师第三名，多少钱呀？66。那第二跟第三没啥区别啊。那好歹多给一块也行。好，第四名是超哥。
曹哥，你的旅行基金6块，也是66吧，不能吧？我还真就得给大家掏点，别给我，多少？6.6块。6.6块都不值得这个包装吧？你还这还弄这么大？666，还真有另有整，有钢镚的。你都对不起我们老舅这个结婚照。好，免子，你的，你别说了，还是6毛，我自己看看吧，要不然，是不是有个欠条啊？里面也是6块钱。我最后一名也有没有啊？还我还需要领吗？来，哎呦我的天，太吓人了，是不是太埋汰人了？我有10年没有见过2分钱了，我这。我这里边空空如也呀，啥也没有啊！你打开一张欠条，啥也没有。媳妇儿一分不给我呀，媳妇儿。刚才我们有位团员在卡片上还写了想和曾小希一起旅行，曾小希听了很开心啊，他决定再给你额外送出1笔旅行基金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他给的是我呀，等一下多少钱？11。哦耶。果然打开珍惜就能度个小假，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谢谢我最好的旅游好搭子甄小希。还行，给我一块，1块6毛6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就要去赶高铁，然后这个高铁呢是在章丘、淄博、潍坊都会停，然后要有人下车，有人继续往前走啊。好，太好了。你们6个人分成3组啊。好，然后马迪是随便的，他想跟谁就跟谁，随便。你对马迪也太随便了。你把钱给我，我不录了。马迪有钱吗？没钱。没钱。我有的是钱。啊，一会儿上车就行了啊。走吧，同志们，走，冲。老爷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来车了，走走 ，Let's go， 出发。好可山东、哦。这个车的终点站是哪？青岛。它是个环线，你可以一直在车上走。啊！铁胆火车侠，我们会回来看你的。完了，我们在上车的时候一起走呗。可以，我倒没问题。马迪不参加这个游戏的，没关系的。马迪太可怜了，不是，他是自由的。迪迪是录的另外一个节目，嗯，这的还行。现在钱谁最多啊？贺哥6666。其实啊，除了你有钱之外，其他人都没钱。是，为了让没钱的人也有机会，我们提供一次这个组队友的游戏。好。叫做蒙眼猜队员，蒙眼猜队员，从钱最少的开始，你把这个眼睛蒙上啊，其他的队友用脸去蹭他，你看他能不能猜出来？用自己的脸蹭他的脸？对。天哪，不是这个，对，很不舒服。可以不用脸蹭吗？我。这个小游戏主要是为了测试大家的熟悉程度啊，旅行一定是得好朋友互相了解，能容忍的才能一块出去旅行，所以谁更熟悉谁就是更好的旅行搭子嘛。来吧来吧，我就不参与了，我不想玩这个游戏，让我高兴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谁猜对的最多他就可以先选你。你以为你很主动是吗？你没有权利。你没有权利。你没有权利。还自己挺了不起的，你除了钱一无所有。你除了钱一无是处。我们是拜你钱去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啊。来吧来吧，免子迫不及待。哎呦喂，今天吃饭的话什么，就你们把我们的账也结了呗。Yeah. 我就知道。有什么挣钱的方式吗？对啊，摆摊，对嘴唱老舅的歌，一首歌50块钱。陈总，陈大小姐，陈总舒服就是我所要追求的。公主卡住了，陈总，你要从正中间。他在哪儿呢？跑了，他走了。
他走啊，走。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畅快。每周二中午12点，会员专享加更，更多精彩未播内容，给你快乐翻倍。搜索关注腾讯视频、腾讯综艺微博和视频号官方账号，解锁五花团圆更多精彩花絮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五哈四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界面新闻和五哈四一起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，上前程无忧51照拿 offer 赚高薪，哈哈哈哈！上闲鱼搜哈。与五哈团一起只晒不卖，上百度地图说小度小度，哈哈哈哈，一键打卡节目同款地点，无论音音美音，来有道词典听中国人的全球发音，美图秀秀上新男生清修模式，修图不困难，和五哈一起拍大片。感谢北青网娱乐、中青网娱乐、千龙网娱乐、汇火、粒粒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五哈第四季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更新上下集，会员抢先看一周，五哈和他的朋友们每周二中午12点惊喜加更，会员专享解锁更多精彩。哈四不够看，每周三到周五哈哈放映室24小时直播，哈一到哈三超爽回顾，还有超多精彩节目放映不停。